最 surprise 的 gift 就是在情人节那天，然后他没有陪我，我还以为他没有来了，然后他突然间在他的车那边啊，一只大大的狗给我，那个玩偶这样的大大只，就给了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我。希望可以跟他永远在一起啊，永远爱。